多的，跟我比起来还差点。美女，穿这么漂亮，是想引起我的注意吗？不错，你成功了。白无双，你怎么？看什么看呀？没见过呀。不是，我是说，我以为穿击剑服的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，但我没想到不穿衣服，不是。不穿击剑服的你，依然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。有时间在这儿耍嘴皮子，还不如去找邓尔豪切磋球茎步呢。哎，现在灯光美，气氛佳的，干嘛替邓尔豪扫兴？哎，你不会是在等他吧？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赶紧进去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打扮成这样来看格斗赛，你们是在约会吗？不是。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你们一个人一个答案的，什么意思？耍我呢？冷子峰呢？他怎么没来啊？再说了，你来赵丽依怎么办？他去裴一红，是他要我跟他交换门票。走吧，走。等等，把话说清楚，我约的人是冷子峰啊。是他临时拜托我的。冷子峰。怎么这么熟悉的名字？一红，终于赶上了。二豪呢？二豪，二豪去跟无双师姐看格斗赛了，改天再跟你约时间。对了，你怎么不接电话？怎么了？哎，等会儿。我今天真的不能去格斗馆，你听我说嘛，我你明明知道二豪喜欢的是我姐，你还给他们制造机会。我为了跟二豪一起看个电影，我灵魂都快榨干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这样太过分了。一红，一红，小心。哎呦，哎，哥哥，撞他了，被撞了，撞了没有？有没有事？有没有？冷子峰，冷子峰，你醒醒，你别吓我呀！你醒醒啊！有没有人打个电话？冷子峰，你别吓我！有没有人打个电话？欧元哥，无双世界大驾光临，怎么样？好看吧？啊，没想到格斗赛也这么精彩。谢谢你的票啊！这么晚了，要不要搭我们的便车回去啊？好啊，好啊，有便车可以搭啊。那我不客气了啊。那个，你们二位先在这儿稍等我一下，我上去收个东西，好吗？好。哎，我能进擂台里面吗？可以，随便看，随便玩。哎，帮我拉一下。来，进去啊！哇，我看了那么多场比赛，还是第一次站上格斗场呢。嘿嘿嘿，灯光美，气氛佳，孤男寡女。冷子峰，
哥们儿，我可帮了你大忙喽！虽然约会看格斗赛有点奇怪，但只要你喜欢，我会奉陪。我们又不是在约会。一男一女一起吃饭，一起看电影，是约会。看格斗赛有什么不一样呢？那我就很好奇，在你心里，约会到底是什么？情侣约会应该是这个样子吗？那照你的逻辑，我今天要约会的对象应该是冷子峰啊，又不是你。事情，我就当做没有发生。已经发生过的事情，要怎么当做没有发生过呢？我对你的喜欢是进行时，我们刚吻了，是完成时。只要我没有心动的感觉，一切都可以回到没有发生。就是我。